is what I need. Let me be the one you come running to. I'll never be.
堆的雪，就是三方面一起设计完成的。然后最主要的那个是lead 的那个 planner， 你之前一篇文章写过了，James Corner。然后建筑方面的知识是这个 BSR。然后是这样，就是那个荷兰的园艺设计师叫欧董，我上次看过他那个纪录片叫 Five Seasons。然后 Five Seasons 他就特意回到这个他设计的这些花花草草的地方去回访。然后他最喜欢的就是 highlight 的，其实是喜欢他的冬天。然后他老是拿给那个拍的人说，你看这个枯萎的花茎有多么多么美。然后他就觉得要去欣赏，不光是他们特别灿烂的一面，还是他们就是枯萎了，就是在他们修美的时候也是要是美的，他这样的搭配。对，我也觉得就你看，就是树的这个光秃秃的这种感觉，还蛮好看的。好的美术馆，它有太多因素，很复杂，很复杂，各种规范，各种限制，然后这个客户要求什么。但我来讲我的理解，就主要是它有两个体量，一个是主体量，就承载那些室内的，就是室内画廊空间。对对对。然后它这个体量，它把它放在这个最西边，然后就是面对花的运河，这样的话，你可以看到，包括我们刚才楼梯间都会有超级好的景观。对。然后它把这一边用开放，而不是反过来把这个开放的楼梯对着那个河，而是对着曼哈顿。我觉得它有一个特别大的野心，就是它把整个曼哈顿当做了它的展品了，就有这么多。就是说把室外的露台的天台的位置对在了城市景观，而不是河景。对，就把这些一个一个全都收纳为自己的这个展品了。对对对，的时候对，就是很多艺术家都是在顾根汉中间的空间做过展，包括那个蔡国强，就是顾根汉中间有很多镂空的这个空间，螺旋状的上去，对，就是你围绕中间一个大空间，所以它基本上是你可以找到的唯一，你想得到的可以唯一一个，就是把所有东西都到中间，然后人围绕着它走，这样一圈看下来的一个这种空间。对，其他的是做不到这样的环境的。对，然后所以你抛一个泡面给古根海姆，抛个泡面的话，它是就跟我们现在从侧面看现在这个外面的楼梯构架是一样的，就是上面越来越宽，然后越来越退，然后你把你的展品全都放在中间这个中空的地方。